着梦想。怎么办才能不留遗憾？我比现实给智商。怎么办你才看清方向？为什么我接受了你却不管？说什么很难？难道你对我的爱输给了这种东西？不相信吃饭，你说我不能给你需要的答案，你说你也不想结局会这样，但没办法，要听妈妈的话。你会否记得那天？我承诺，梦想一起实现。为什么我接受了你却不管？说什么？